半天呢，金哥哥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双儿，啊，这里就是我的家乡。可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我的家。你知道吗？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娘常常跟我描绘起牛家村。 村口有一条小溪，村里的孩子们经常会在溪边打水，张母小鱼。夏天啊，在田埂里会听到蛐蛐的叫声，到了夜晚还能看见像星星一样一闪一闪的萤火虫。我娘还说，草原的味道和家乡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草原上迎面扑来的是淡淡的青草香，家乡的味道呢？ 是灶台上热的饭菜香，是屋檐下挂着的柿饼香，是爹忙完了一天农活，回到家以后打开的米酒香。金哥哥，你爹和你娘知道你能回来这里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 亲手杀了完颜红莲，替爹报仇。蓉儿也要帮靖哥哥报仇。